水塔山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水漠沟渠，山里林木葱茏，有台阶直抵山腰处，一座威武炮台屹立，上有几门铸铁大炮一字排开。这处叫做一炮成功的景点，是为纪念清军在驱逐中亚阿古柏侵略军过程中胜利收复迪化一役而建。在炮台前方广场上，有清军主帅左宗棠高耸的汉白玉雕像。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少妇大志，是晚清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和英国等列强势力日益向新疆渗透，尤以沙俄最为肆无忌惮。公元1865年1月，浩瀚韩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侵占了新疆大部分地区，新疆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公元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伊犁九城中有四城青皮殆尽，当地各族民众不仅面临沙俄横加覆敛，还要承担兵役、通事人等供应虚索。新疆地区局势急剧恶化，我国西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左宗棠心忧边疆情势，在给清朝政府的奏书中反复强调，国家领土寸尺不能让人，极力主张收复新疆。公元1875年5月，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为确保成功收复新疆，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即先安定北疆，但不汲取伊犁，再进军南疆，先积极治军，准备物资，大军一旦出击，必须速战速决。他坐镇宿州，指挥清军积极筹集饷银，调配粮草辎重，蓄势以待。天山庙打板，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打板，位于新疆哈密市以北约60公里处，南起南山口，北至松树塘，蜿蜒30余公里，是历史上中原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公元1875年，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左宗棠特命清军14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打板。清军凿平险峻，拓宽道路，砾石灌木，装设扶栏，整修后的道路兵马战车通行无阻，三路清军顺利到达指定地点，并将大批粮草物资运抵北路大军。公元1876年4月，收复新疆失地的战斗打响，左宗棠部将刘锦棠率清军在迪化6道弯山梁上架起大炮，向迪化城仅开一炮，阿古柏部即溃不成军，仓皇逃窜，清军与当地各族人民乘胜收复迪化。很快，清军击溃驻守在昌吉、马纳斯等地的阿古柏侵略军，半年左右即荡平天山北路，之后连克南疆8城，收复了处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左宗棠主张以武力收复伊犁，誓与沙俄血战到底。公元1879年，68岁的左宗棠满怀壮士长歌，不负以初赛为苦也，老怀益壮的豪情，抬棺西征。此时，清政府正与俄国重新交涉收复伊犁之时，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成为了有力支援，两国的外交谈判时有进展。历经多次艰苦交涉，
双方于公元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终于收回了被沙俄侵占十年之久的伊犁。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心在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清军主力湘军、豫军、蜀军及满洲八旗军等关内驻军不远万里入江西征，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这种决心从未动摇。